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8:50，我们现在就要前往今天2019拉萨半程马拉松的起点，去看一下现场有一些什么样热情的，然后令我们感动的风景呢？那么我们就走吧。谁？这是我们那天在八廓街见到的三哥，然后今天也来跑拉萨半程马拉松。来着，大家好，大家好。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快来哦，属于跑者的圈子，越跑圈。您是汉妈，您是汉妈吗？这你都能看出来啊？对，看身材是这么。哎呀，拉萨半马圆满成功，加油加油！是在2019拉萨半程马拉松的赛道上。好，加油，毛哥加油！加油，卡洛斯加油！感觉怎么样？一公里过了。啊，没事没事，你好棒。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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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答。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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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今天呢，猫哥和帮主也会倡导一个无痕赛道，我们从头到尾会用这一个杯子，然后来进行补给。在医疗站可以看到我们的医生和护士给我们准备好了非常充足的氧气，如果有跑者需要的话，大家可以来进行补给。对，谢谢。每一次难过的时候，三万马加油！明天走了是吧？这黑妈妈，五公里的跑者们现在已经抵达了终点，那我们现在加油，前路倒且长，我们继续吧。味道怎么样？哎呀，抿两口，抿两口，牛牛哥，这就是。哥叔感觉怎么样？哇哇，精神爽利，苏州朋友，马上可以去站台了，快快快！对，我前面呢，我要去上上了。应该是目前领先的选手。那么人生如果只跑一场马拉松的话，猫哥建议你一定要跑一场拉萨半程马拉松。那么现在我们马上就要抵达赛事的终点，在我们的右手边就是布达拉宫。用越跑圈轻松完赛。那么跑过很多场高海拔的越野赛，但是这场是包哥的第一场的高海拔的马拉松。那么我们也是顺利拿到了一个完赛奖牌，一路上也是非常开心的，跟沿途的当地人然后一起去互动，真的太美了，真的太热情了。猫哥100分推荐给你们，明年一定要来跑拉萨半程马拉松，加油，明年见。